哈利路亚，哦，在后面，哈利路亚，现在去帮助他更经历真理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神大大充满他，充满他，充满喜乐。哈利路亚，你叫出来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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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他想祷告都过来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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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耶稣，你们过来，他们圣灵充满比较强烈。哈利路亚，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我们的心灵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哎呀，来来来来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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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释放我们的灵，哈利路亚，释放我们的灵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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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赞美主耶稣。赞美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圣灵大大充满，圣灵的大大的充满。圣灵的能力大大充满，释放我们的灵，释放灵，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平安，神的喜乐，神的能力，帮助我们整个人改变，整个人改变，哈利路亚。耶稣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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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好了。你们讲一讲你刚才的经历，大声一点啊，大声说。我就是刚刚，就是我就一阵能力就推我的脚，上面的脚，不是下面，下面我一直抓的那个地。这个就是上面的能力。就是好像我越倒越往前倒。你看我的脚。对对。这是能力，就是上面这一。撞路，抓住，好像抓住，是不是？抓住，这个就是圣灵能力加强。然后我那个脚，我下面的脚，我一直要抓着那个地，要不然我就倒着倒着倒。不是我身体在摇，身体在摇，这样摇。这圣灵的能力。脚在摇。那你呢？我就是想哭，还有今天早上。是忧伤还是感动？是忧伤还是感动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很想哭。想哭有两种，一种是非常的感动，一种是。你的腰上走出来是哪一种？今天早上我里边就是有忧伤也有感动，但是我的腿两腿都是非常沉的，但是呢就是大家为我服侍的时候停了一会儿就慢慢这腿有点轻了，这现在刚才我在那看的时候弹琴的时候还是有点沉重。这个重有些时候是圣灵的能力也会重，也要精神。好了，我们就看到圣灵的能力可以加强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越投入就越加强的。好了，感谢主，荣耀归于主。